我们这次去河南洛阳旅游后，紧接着下个站就要去华山。当然，洛阳附近有很多地方值得去看看，包括少林寺、龙门石窟以及洛阳市内的丽景门。华山呢，最出名呢，最早以前的时候呢，皇帝在这边呢，建一个年。中国最早时期的皇帝，在华山地区所成立的华族，以及在附近的炎帝所成立的夏族，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华夏。打雷搞烂了是吧？好像是。电话打了。哇，好冷。好好吃啊。华山的门票，华山北峰门票。喂，还打纸膜哦。我们趁收到之前买了门票，还要打纸膜。对，坐上电瓶车之后，我们向华山山顶那里出发。OK， 从那里准备坐收到。OK。各位乘客，大家好，欢迎您来到美丽的西元望山。进了山了。山边还是桃花。哎呀，华山边边的桃花源，哎呀，多漂亮！哇，好靓啊！哇，好靓啊！系啊。真系要华山论下剑先啦！哇，好靓，好漂亮的地方！哇，真是，哇 ，so beautiful！ 哇，今天的雾好大哦，今天的雾气，怎么看得了？智取华山。收到了，哇，好大雾！大家把这场景搞定。OK， 现在又第二张门票了，坐车那个门票。OK， 刚才是进门口那个票，两个票，总共要。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华山北峰的山脚下面。华山最早以前被称之为花山，因为它很像一朵莲花一样。它总共有五座山峰。最早时期的皇帝在此成立的民族叫做华族，以及炎帝在现在的河南地区成立的民族叫做夏族，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华夏。我们就是华夏儿女。这座山就被称为中华之山。现在很多人来这里都因为金庸小说所提到的华山论剑。北峰到南山总共三个小时。上面写住华山论剑金庸。咁我哋今日咧去参观啦北峰啦，北峰叫做环台峰。在北峰山顶，你可以看到金庸题名的“华山论剑”这几个字。北峰是几个山峰中最矮的这峰，其他四个峰都在它的对面。中峰又称为玉女峰。春秋时期，有一位公主来华山旅游时认识一个道士，之后与这个道士恋爱结婚，
在中峰这里开了一个石洞，并住在一起，称之为天下第一洞房。相传两人最后得道成仙。东峰又称为朝阳峰，是看日出最好的地方，很适合恋人一起来这个地方。现在看到的各个山峰之间的时间都是大概的时间，一般情况下人们所用的时间都比这个时间要多一些。你现在看，从中峰到东峰约需20分钟，其实如果走起来的话要需要40分钟左右。南峰是最高的一座山峰，有2100多米，又称为落雁峰，因为每年大雁从南方飞回来的时候都会在南峰这里停留几天。西峰又被称为莲花峰，其实华山就是由一块完整硕大的花岗岩体构成的，它的历史演化可以追溯到1.2亿年前。这五座山峰如果要走完的话，大概需要一天的时间。华山又是中国道教的名山，在上面可以看到道观和道寺。游华山北峰，碧华山论剑。哦，我坐第二个，我坐楼下六个人坐嘛。上龙金哥哥，我赢他。啊，嗯，我们等下买个剑，华山论剑，睇唔到我们的，黑得滞，外面呢？嗯，开。当您乘坐华山索道，望着这曾经侠客群起、英雄辈出的华山。我都真係好多梅花咁樣，成個山頭都係梅花。化妝啊，嗯。體驗那種大塊石頭、大碗鍋子。體驗那天使。在這個地方怎麼有？這裡是有梅花的，哎，好漂亮，係冇？係咪幾靚？係嗎？呢邊呢？幾靚？呢邊是個大礁。總之。应该是不应该我们用来收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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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直升机了看看这个真正啊哎呀我终于还上了冰冰摇放摇放摇放张志三智取华山解放战争之前，华山英雄事迹发生在北方，所以又称英雄山。央志寺华山论剑，金庸老先生在北方笔《华山论剑》笑傲江湖。标志五华山有道，华山北有道教历史洞穴。而北方现存的这五大殿是华山代表的代表之一，不上北方等于没有华山。150元了。各位游客大家好，这种东西150元有没有谁？人尽其道。边个飞啊？入门口就去，趁索道去。缆车呢张？啊，哇！真系嗰条，看到那条路哦，下面那条路。乘坐华山索道，望着这曾经侠客群起、英雄辈出的华山，
你是否也想跟随他们的足迹，去追求那种行侠仗义、快意恩仇的侠客梦想？我唔敢翻，我话我都会高兴，吓，我都会高兴，我会高兴，我觉得好靓，差唔多到了，诶，冇伤病，夸张夸张啊，哎，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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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怎么？游华山必上北峰，上北峰必华山论剑，哇一个哥们，哇在哦，他讲的对哦，哇好累了，感觉有点累了。哎呀，我们的。哎，嗰个地方咩嚟噶？呢度先系登上山峰。要影晒。哎呀，到华山标志那里还有200米。北峰、南峰。哎呀！好攰啊，哈！好攰啊！哎。做咩嚟咧？哎呀，红梅花。喂，正啊！你正啊！正我边，佢同你影嘅大佬。喂，好。借把剑俾你咧。借把剑俾你啊。好，借把剑嚟。借把。三个朋友咧，等就坐喺嗰度等一等啦。自己咧，按翻时间攞四五个字时间，慢慢落山啦，好唔好 ？OK， 多谢多谢。十点达九啊！哇，真系野生咯，真系野生啊！野生的。哇，好靓啊，真系。要影张相，应该先。影好咯。呢边啊。系啊。还有影张相，应该先。现在不想。今天揸住相机睇住我啊。啊，系得得得。三三打打。哈哈哈。请锁啊，还有锁道在，爱情锁嚟噶，嗯，啊你走啦，你走，我影下下面咯，哦，仲有好多锁头，哇，好高啊 ，OK， 再往前走，哇，好漂亮啊，这么大雾啊。唔知啊。收喺車站嗰度嚟嘅車，呢個係咪知啊？真武大帝，道教的，这里是。你看，就是那个北峰顶的上面的，马上就要到了哇！大雾的够厉害。前面是长空隧道那个地方。又山咗都冇。哎呀，看不到了。长空隧道那里。哎，可能的。大雾。嗯，冻咗唔冻？因为你半冻咗嘛。嗯，系啊，好靓好靓，上 ，go。go， 仲要上啊？都 go， 相信自己。
你们上了吗？上了北峰顶没有？这儿就是了，这就是。这儿就是北峰顶的，几步就到了，我不想上去。干嘛不想上去？几步道都不想上去。不想上去。有兴趣的朋友还可以走这个道。我没兴趣。哈哈哈哈哈！是啊，我只好打个照相。有兴趣的朋友还可以走这个道山道。你伙伴，我给你引一下的，没事的。哎呀，真系影张相。OK， 你我即系你我想影后面啫，你影。我唔影啊，唔影啊，你慢慢啊，睇住后边啦。OK， 收到。OK， 到了北峰顶了，他们说。哇，几多人影相？哇，好多人啊！快啲啦！哇！攞住。个个都系呢度。北风叫白云风，叫白云飞。哎，好像没叫这个角色啊，到时候跟阿姨这样都是可以。今天好像有我那个开房的。北风一六一四点。现在我们下去了，很陡了，还慢慢来。道教圣地华山。雾锁华山的今天是叫。根本看不到了。太蒙了。太蒙了。太蒙了。好大蒙。我不蒙了真的给你。哎呀真的还好。太蒙了。拍照啊。真是真漂亮，好亮好亮。好的，照一照，照一。师傅，往上看一下。哎，你真是厉害，你真是，哎呀，佩服你。厉害厉害。什么东西这是？削出来的。功力很厉害。陈了，老陈了啊，真是厉害，很厉害啊！这是华山山上的自然的桃花。嗯，差不多下山了，下到山脚了。哇，太平地好晒。长岛步行登山，放显英雄本色。自己爬山打勇士。哇，那这地铁走了。